像我最近吼，迄灵感足大，是，啊，今个咧庙边啊吼。哦，你看了啥？徐先生，陈水成是恁啥人？陈水成哦，阿公，我阿公。伊讲，恁这世人甲恁老爸缘分，哎呦，那无遐尼重，你也甲所有的爱，恁两个爱非常的，甲恁满满的爱。拢爱献给恁老母。哎呦，我老母今天现场啊，这是不妥的哟。没有啊，是，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我爷爷的名字。阿娘喂，哎呦，请问大叔吼，唔知你做几生啦吼？苗可你会阁嫁无？卖我未问啦。陈水成讲伊无要阁娶。请问大叔，我借户会解决无？机会足大，我头都头壳戆戆。阿娜阿娜，你头讲小琉球嘛？是啊。小等，我看一下吼。你看了啥？因为我最近吼，迄灵感足大，是。啊，今个咧庙边啊吼。哦，你看了啥？小等，陈水成是恁啥人？陈水成哦，阿公，我阿公。小等，你怎么知道他的？小等。水成先生你好。提阿是啥？阿妈，我阿妈。哎呦。因两个到这会啦。安怎？有啥物话要交代子孙啊？伊讲，恁这世人甲恁老爸缘分，哎呦，那无遐尼重，你也甲所有的爱，恁两个爱非常的，甲恁满满的爱，拢爱献给恁老母。哎呦，我老母今天现场啊！哎呦，妈妈在现场。是哦，拿手机那个就是了，嘿。哇！哦，穿干妈鞋嘿，干妈鞋，对，妈妈。都叫恁，恁这是不妥的哟。没有啊，是。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我爷爷的名字。阿娘喂，恁老爸是不是叫游记乐啊？单记号，记号，记号。有一个外号，哎呦，老吉啊，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怎么叫我？那张病玫瑰之夜。你，哎，请问大叔吼，唔知你做几生啦吼？苗可你会阁嫁无？陈水成讲伊无要阁娶。请问大叔，我借户会解决无？机会足大。谢谢。借假吓死。你要去无啦？你要去借一个。这样啊。伊啊叫恁爱甲恁母啊较友好。有啊。哦。平常时就不好笑。好感动。哎，外公。妈妈你好。嗯。各位一定干嘛讲这部特好的？没有，真正陈昭伟跟阿姨的梦想讲，这都不没有，摸头啊！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在电视或是直播讲过爷爷的名字，是从来没有。对，然后哎呦，阿伯讲了，然后你们有一个兄弟，嗯，其实要把他度化得很好，嗯，让他去到他应该去的地方，啊，你们要放心，哎呦，好好的为演艺圈努力，谢谢。那个阿公要给你们加油。好，快哭了。哎，这不知影，叫杨勇。对，阿公来跟你讲啊。你别先去后头饮点苦瓜水哦。没，因为阿公也喜欢看他们两个人的表演，给阿公掌声鼓励。哇，阿公欢迎你来。你以后若要问代志，爱挂号。嘿，我想讲，我阿公阿妈，我拢看灵感呐，伊雄雄要共款。这爱看缘分呐。对。有没有急症的？我先看有谁有急症。太可怕了吧！你要去看一下身体状况。现在还年轻，但是你要赶快去 check。其实跟我对到眼，没有哭很少。我觉得，我觉得你。彭古听得到吗？入围的开心吗？相隔十年了吧，给超级夜总会一个最大的鼓励了。毕竟三个老人，对，两个。碰果现在在大陆吗？在厦门。碰果现在直播习惯吗 ？OK 的。现在算出来了吗？碰果不知道没有还清。碰果你有听到吗？对，我都没有听到。努力了，有找顺哥聊过吗？其实呢，我可以感受到碰果那一天的感觉。我说，今天我们刚好录完影，刚好呢路过那个庙，去到那边我就特别感动。我想说，好，那我要很用力的帮师父求一个未来的财运。我一跪下，碰果也感动了。怎么会有一个灵感是上天希望你可以去做这个？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脑袋长歪歪的人。嗯，的确。什么叫长歪歪？就
就是一直在收很多的讯号。日后如果我没有在演艺圈的话，不要写我要退出演艺圈了，我现在要先消毒哈。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使命，就是希望我告诉你一句话，让你可能更有信心、更有力量去做一个选择。你说，包括我女儿，我女儿真的就是一个啊，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好。然后有一天，就趁我女儿哎刚好也在台北，我就带她去顺哥那里，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，哇，给我女儿的帮助非常大。我突然间发现她已经好像看到自己的路要在哪里了，但是现在就来测字。啊要先试一个吗？有没有急症的？我先看有谁有急症的。急症也太可怕了吧！你要去看一下身体状况，因为你的佛缘很大，你的元神在照顾你。现在还年轻，但是你要赶快去 check，OK，、okay? 了解一下。哎，不敢看我是。刚刚的路。你气还蛮旺的，啊，但是情感的情绪要自己要拿捏。情绪不是情绪。你这个脾气很硬，比较不容易被。但是你内心的脆弱也是脆弱的，啊，只是你的外向，你是一个将军格的，你以前是一个军。真的吗？他是双胞胎吗？他是。妹妹，你是一个很友好的人。如果你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不想扛这个责任，你也觉得祝福他们，加油。他也是一个脆弱者。会是中枪的人啊，所以你要更让自己说我是一个最棒的人。哎，请大家给他一个正能量，把那个伤悲收回去，因为你要不断的告诉你自己说，我这辈子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任务。其实跟我对到眼的没有哭很少，是因为那是真性。我觉得你。其实你的命很好，真的吗？而且你又会很有钱。其实没有欠人家钱就很有钱，准不用钱，不准也免费。好，谢谢。